2800，大熱係8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聰明導彈稍慢，超新星稍慢啊，前面快噶嘛，見到中間位置就信心保證啦，響出邊啊最合拍啦，咁啊再見到第三位外邊進龍區啊，最出莫浪球亦都走埋上去，第五位藍衫咧白白地色帽嗰只咧就係呢只極速王啦，內欄第六黃龍大將中間粉紅帽粉紅就美麗非凡啊，響佢出邊仲有隻象月啊，後啲嘅馬啦，咁啊仲有黃衫紫色眼罩內欄聰明導彈啦，中檔位置輝煌星出邊馬友冠啊，尾三咧就永同歡欣紫色衫。尾二超新星啦，咁啊暂时电流系绿色有云啊，转紧弯嘅时候，前面带头嘅马咧就系呢只最合拍噶啦，第二位莫浪球啊，第三位内栏咧就系呢只信心保证啦，第四位灰马进龙区啊，内栏第五仲有极速王啦，响出边第六位咧，咁啊仲有呢只象月啊，第七位粉红帽粉红就美丽非凡啊，再下一层嘅马黄龙大将内栏褪啲，咁啊攞出去嘅外边嘅马咧有马友冠啦，中档位米聪明导弹辉煌星啊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莫浪球咧就斗紧埋边红眼罩最合拍。中间进龙区就开始上嚟啦，美丽非凡中档埋边叫位上嚟，仲有极速王啊，外边追啲嘅马咧，仲有辉煌星啦，中档位置就系聪明导弹啊，最后百零米透出系极速王啊，外边有美丽非凡，埋边位置咧仲有呢只就进龙区接近终点啦，呢只极速王都好有机会赢跑第二名美丽非凡啊，第三名咧就进龙区同埋出边嘅辉煌星咧都相当接近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咁啊呢只极速王啊，咁啊都掟甩咗添。升班都能夠贏到啊！跑第二名嘅馬係嗰只美麗非凡，咁啊至於第三名埋邊嘅進龍區出邊就輝煌星啊，相當接近啊！升班兼跑呢個千四啊，都可以贏啊！中間叫個位等咗一陣啊，極速王美麗非凡跑過第二、第三，睇嚟灰馬咪進龍區到線先咧，第四就進嗰只輝煌星。